要去开计程车，找到一家车行租了一辆老爷车，第一天生意就不错，赚了2000块，忘了收回车，开几张罚单算什么？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算一算，3000多块，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一个好工作，想起了去开计程车，找到一家车行租了一辆老爷车。第二天不敢再出错，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一个好工作，想起了去开计程车，找到一家车行租了一辆老爷车。第二天不能再出错，眼要向前看，身体好好做，一句话我也不敢说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电线杆它撞到我，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一个好工作，想起了去开计程车，找到一家车行租了一辆老爷车。第三天已经有心得，心里很得意，嘴里唱着歌，只觉得皇帝就是我。想起了去开计程车。